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们今天去哪里吃呢？去哪里玩？我们今天要去吃，不是去玩。我们选中了一个餐厅去吃，要吃fine dining sushi。等下我们就揭晓我们去哪一间吃。去哪里吃？对。现在我们等着我们的那个 omakase， 我们 book 的是12:30。我期待有 omakase 的感觉是怎样的？从来没有吃过，我们两个，他在后面等。这个是 One-Star Michelin 哦 Sushi Fine Dining， 真的是要开门哦。这个是那个 starter 第一道菜，这个是 appetizer 来的，蛮清爽。有什么东西？豆腐皮，嗯，salmon roll。现在我们叫了 sake 来配这个 omakase。好喝吗？什么味道？有点甜甜的，又不会很苦，刚刚好。这个是 Chawanmushi， 里面有 snow crab 跟 mushroom， 试试看。这是什么呀 ？Mushroom。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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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apanese vegetables, or for sashimi. 这个你看这么美，很像 sakura 的。他才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 salad。这是 grouper， 因为这个是 Bonito。这是骨头，试试看好不好吃。对，嗯，很新鲜，对不对？哪里好吃？这一口吃下去，第一口吃下去，试试看。很新鲜又很肥美，对不对？那个牛，好吃吗？然后我们是坐在这边，好吃吗？so far这边东西。这个是 Spanish mackerel， 试试看这个，看不懂你。温温的，嗯，特别。我们每次吃寿司都是冷的嘛，现在是温温，因为是鲜多之类的。嗯，很特别。谢谢。就一般了，对。
这是 fatty tuna。啊，这很好吃，就溜溜的，然后汁又很好。这是 Scallop， 要小心 Scallop。要给你。好。是 hot 的，真的是。Fried Scallop， 哇，烧的。好烧啊 ，Scallop。Scallop 包紫菜酱来吃。紫菜酱脆。嗯。哇。Scallop 也算是一个自然甜。很新鲜，好，这是 fatty 的。好期待吃这一碗，平时我都不喜欢吃这个东西，看一下好不好吃。这是鱼泥布，看下面有吗？对面的味道，对面的味道。哇，好好吃！我吃完整碗。他平时都不吃这个，因为这个是太新鲜了，所以他很想吃。点都不行。Cam 的汤，这是吃完那个 sushi， 然后喝了汤，现在是最后一道了。这个是 tamago。很特别的味道，甜甜的，然后蛮少的。甜甜的味道，然后吃蛋糕，就是这个蛋糕，就是鸡蛋，很特别的嘞。嗯。我们吃到尾端哦，是他送我的生日礼物，可以配饭哦，还是可以配什么都可以。这边东西非常好吃。想要下次再来吃，吃更贵的，这个是很值的。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，我跟你讲，超好吃，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日本餐。我觉得这钱付的是超值的，我可以整年都不要吃日本餐，就觉得吃这个。然后呢，谢谢你带我来这边吃，答应我，我选的这个餐馆。这么贵，你就带我来吃。哇，这是一个惊喜！你看，刚才他帮我们拍的照片，他做成一个生日卡片，这么美，看，开心吗？开心。我们下期再见哦。拜。